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所以梁幼年的手没事了吧？小姨说不严重，可是我觉得很严重。他掉根头发，你都觉得严重吧？那伤口真的很深。哎，不跟你说这个。你回学校了吧？都快12点了，也不知道宿管阿姨还让不让你进来。我在监狱里面泡了一整天，现在回到学校。 都好像觉得路上有人在跟着我。淼淼，有人在跟着我！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 还不是？要干嘛？喂，开拓，我在B1阶梯教室，有人跟着我。跟踪你？打电话出去的，我要睡觉。 出事了，使馆那边可以走。别一边。 真的有人跟着我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为什么不信我？我好害怕。
好了好了，对不起。矿泉水瓶啊！对呀，刚才我看你一直在打电话，我就没敢打断你。那你跟我进教学楼干什么？我看你是给吓到了，我想过来跟你解释一下，可我又找不到你，亏得这位同学，要不然我还以为撞到鬼了呢。你为什么这么晚你不回家？我不就是想赚点钱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了。你们要想骂我就骂我吧。行，人没事就好了，送你回去吧。嗯，好。这个就是你追踪了几个月的深度报道呀？嗯，还是头版头条呢。辛苦了，我的星星。不容易啊。社团联谊会，你们过来看，周末有社团联谊会。社团联谊会是干什么的？嗯，这都不知道。哎，这个举办部门是后勤部哎，那开拓会不会是工作人员？而且，所有社团的社长都会去。淼淼，你的幼年学长也跑不掉。那我报名了。但是没有但是，像这种联谊会一定都有很多吃的。我宣布，我们仨参加了。但你不是在减肥吗？劳逸结合好吗？我都吃了这么多天胡萝卜了，已经初见成效了，是时候该奖励一下自己。成效在哪？浑身上下。哎，但是我要是参加的话，学长会不会以为我是冲着他去？你本来就是啊。哎，怎么不信啊？去哪儿啊？上课。淼淼，你不是要自学服装系的课吗？让我帮你借个书还要不要了？